你说啊，你现在找到了一只好的潜力股，然后狠狠地赚了一笔，实现了财务自由，是不是一件非常爽的事情？你有没有幻想过，当初要是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买入就好了？可是潜力股说起来容易，找起来难。之前小林讲过一期股票投资的视频，整个股票分析啊是非常庞杂和系统的。不过没事儿啊，别慌，你不是还有小林的吗？咱们就来一期硬核的科普分享视频，咱来聊一聊到底怎么样才能找到一只靠谱的潜力股。废话少说，我们赶紧开始。声明一下，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本视频非投资建议，不含任何股票推荐及教学投资的课程推荐，大家可以放心观看，点赞收藏。其实找潜力股核心无非就是找到一个长期盈利能力好的公司，分析的框架方法指标有非常多，但它的本质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小林总结呢，就叫核心三加一。三就是指三个量化指标，一就是指一个非量化的定性指标，这四类指标是要一起考量的。其实我在想哈，我们选公司就感觉有点像这个老丈母娘在挑女婿。哎，你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哈？老丈母娘一来了，先问说，哎，小伙子呀，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工资收入怎么样的呀？你看啊，一上来直入主题问收入。其实我们挑公司也一样，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先看收入，这就是咱们要说的第一个指标，这个公司的盈利能力。最简单的衡量盈利能力一些数字，比如毛利率、净利率、营业利率等等。如果就挑一个看哈，其实我们最多看的是净利润率，也就是用这个企业的净利润比上它的总收入。比如说有一家老王奶茶店，奶茶10块钱一杯，扣去了所有的像房租啊、员工的工资、材料成本等等等等，最后只赚1块钱，那这个净利润率就是1%，10%。然后有小丽奶茶店，哎，他奶茶卖20块钱一杯，最后能赚10块钱，那他利润率就50%。你看这两个奶茶店哈，一个是薄利多销型，一个呢有点暴利，你说到底哪个更好呢？其实对消费者来说，那我肯定是想要老王那个奶茶店，价格便宜，而且10块钱里边有9块钱都花在踏踏实实的成本上。但是对于投资人来讲呢，哎，那我肯定是要选小林奶茶店。你想啊，他把10块钱成本的东西抬到20块钱还有人买，那肯定说明了他有自己的过人之处。你说万一哪一天牛奶成本涨价了，房租涨价了，员工涨价了，老王这奶茶店就可能因为成本越来越高，然后就倒闭了。但是对小林奶茶店来讲，因为它本身利润率很高，其实影响不大，顶多就是稍微损失了那么点利润。高利润率就可以帮助小林奶茶店抵御更多的风险。那你说这么一个风险又低、利润率又高的公司，投资者怎么能不喜欢呢？那到底多少是好，多少是差呢？不同行业因为它运营模式不一样，所以净利润率的差别会很大。在看这个数字的时候，我们需要把它跟行业平均或者同类型的公司去做比较才有价值。比如说哈 ，A 股和美股所有公司大致的净利润率是在5%到10%之间，但是对于像金融啊、芯片、软件、烟草、医药等等这些行业呢，净利润率能达到10大几，甚至20%以上。因为很重要哈，所以在一般的这种股票分析的软件网站上都能找得到，大家也可以自己去试一试，看看自己感兴趣的那些股票这个数字到底怎么样。比如说贵州茅台，当然这只是举个例子哈，不是说给大家推荐这只股票。这个股票的财务数据你就能看到，最新的2021年的中报，它的利润率高达50%啊。哎，你看是不是跟小林奶茶店一样。你再比如说像苹果公司，它的净利润率有25%，很多竞争对手都在个位数挣扎。你说在一个竞争这么激烈的行业里边，这个数字得有多么可怕？虽然很多人吐槽啊，东西又贵怎么样，但是犯不着就是有人买。但反过来呢，假设有个公司啊，口碑、形象、品牌做的都倍儿好，但是就是不赚钱，那作为消费者你肯定呱呱叫好就去买了。但是作为一个投资者，哎，你可一定要谨慎三思。还有一点要注意，就是很多高速成长期的公司，就比如很多互联网公司，因为要迅速扩张嘛，有的时候就砸钱补贴或者研发拓展用户，像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净利润很可能就是负的。那有些人就问了，你说他净利润是负的，那净利润率就是负的，那这些公司发展也很快也很强，那我们就不看不买了吗？哎，当然不是。哎，所以说你脑子得动哈，不能光看着那个东西就认死理儿。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可以看毛利润率，对吧？就是那种扣去了所有直接成本下的那个利润率去进行比较。好，我们看完了盈利能力，那接下来该看什么呢？哎，是不是又想到了丈母娘要问什么呢？问完你赚多少，下一个问题就来了。哎，小伙子有房吗？有车吗？哦，那这个房子和车子是贷款买的吗？如果发现你资产没多少，贷款借款一大堆，那丈母娘这眉头肯定就皱起来了。其实说白了就是看你的资产状况如何，对应的呢就是这个公司的财务健康。健康指标嘛，它高不一定说明你有多优秀，但是要是低，哎，那肯定不行，非常危险了。所以这个数据一定得留个心眼儿。
最常见的一个指标就叫做流动比率 current ratio， 算法也很直观，用流动资产除以流动负债。你想越大就说明资产越多嘛，就说明它的流动资金越充足，那财务健康状况就比较好。如果小于一，那就说明你可能这个公司一年之内，就要资不抵债了。所以呢，选的时候大于一是必须的，一般来讲我们建议大于 1.5。好，我们确认了一个男人，上面两个数据都还不错，既能赚钱，财务又比较健康，可以啊，人类高质量男性。下面我很关心的一个点，就是这个男人在婚恋市场当中的热度怎么样啊？优秀的男人都不愁找女朋友，但是呢，你又不希望他身边这种花花草草太多。类比到股市里也一样，我们不想找那种被炒的价格过高的股票。这说到一个非常优秀的观点，就是好的公司不一定等于好的股票。上面那两个指标我们看，这公司还不错，如果是个好公司，我们希望在一个合理的价格买入。最常见的一个指标就是 PE 值，市盈率，股价除以净利润，基本上呢可以把它理解成我们抛开折现各种乱七八糟因素不说，多少年能把股价给赚回来。 PE 值越低，就说明相对来讲这股价越便宜。不过还是那句话哈，不同行业差别很大，所以其实是不可比的。就比如说还是回到那个例子，很多高增长互联网公司那个 E 都是负的，所以你看那个 PE 其实没什么价值。好，我们说完了这些能用数字衡量的，接下来我们说一说这个不能用数字衡量的，就是三加一那个一哈，非量化的指标。这个哈可能比我们刚才提到那些数字更重要，所以你要好好听。那就是这个公司的护城河。有的时候你可以叫它门槛、核心竞争力、比较优势，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商业模式被验证了赚钱之后，那另一个公司是不是很容易就可以学你，很容易就能超过你，你怎么能立于不败之地。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小丽奶茶店最近推出了一款珍珠奶茶，它叫辣椒珍珠奶茶，就是那个珍珠里边还都带辣椒芯儿的，既好吃又特别刺激，你还可以拿它去恶作剧别人，它在市场上就趋之若鹜，大家都来买。你以为小林就找到了绝世法宝吗？其实并不是。你想哈，如果这个珍珠很好做，老王奶茶店也可以做，老李奶茶店也可以做，大家如果都推出了同款珍珠奶茶，那最后不得不就回到价格战了。虽然你发明了个很优秀的产品，但是这并不是你的护城河。如果聪明的小林给他的辣椒面珍珠奶茶申请了一个专利，那就完全不一样了。你老王老李谁要想做，拿专利费来，这样呢你就构建起来了一个强大的护城河，因为别人就再进不来了，之后就可以躺着赚钱了。讲这么大一秃噜，就是想说一个强大的护城河对于公司长期盈利是至关重要的。一般常见的护城河有这么几类啊，你也可以看看你看好那些公司有没有这些门槛、这些特征，或者是他自己独有的一些护城河。第一个，就跟刚刚我们说苹果茅台，就是品牌。这个在消费品和零售行业里是非常强大的一个护城河，就商品它已经不仅仅是商品本身了，这个品牌赋予了它额外独特的价值。就比如我就要爱马仕，我就要开法拉利，我就要喝拉菲，就算它价格比其他产品要高一倍，就算它逐年在涨价，就算别的产品都疯狂促销打折，你就是要买它，你拿它送人呢，人家也认，也领情，这就是品牌的效应。好，我们再来一个另一个极强的护城河就是网络效应。你的产品达到了一定规模之后，它就可以自发的往上涨，这就形成了极强的护城河。比如说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哈，微信，你说它的核心功能就是通信聊天，你说这么个 APP 其实那些各大巨头都能做一个，但是你在想找通讯 APP 的时候，你为什么不下别的，就下微信，因为大家都在用微信，你下了别的你跟谁聊，那这个网络效应就是微信很强的一个护城河。再比如咱们看视频平台，因为有创作者上传，用户在这看，有更多的用户就有更多的创作者在那传，一点一点就自发涨起来了。所以这种呢最常见的就是互联网或者平台类型的公司，这种类型的业务它有点类似于赢者全拿，就是说老大能占到60%-70%以上的市场份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很多平台类的公司在最开始在资本的推动下砸钱买广告补贴拉用户。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我们叫用户粘性，有的时候叫它转换成本。大致意思说，就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我用一个东西倒也不是因为这个东西就比别的东西好多少，就是因为我用习惯了，我也懒得换。但这样对于公司来讲呢，一旦公司它拉着你，它获客了，你就懒得换了，那对于公司来讲就是一个长期稳定的收入了。那这就是护城河。这个护城河呢相对来讲就弱一点，比如说你选那种电话卡运营商，对吧，家里选的 WiFi， 或者你用一些信用卡，你说要换一个电话卡多麻烦，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只要用着还行，我也懒得货比三家，我就用下去了。这一类的公司一开始会下血本新用户优惠拉你上船，健身卡、美容卡最开始的时候会给你很高的一个优惠，还有很多租房的小伙伴第一年租一年送三个月，之后就没有这个好事了。再有一些就是非常显而易见，大家一看就明白的那种，就比如说你有独特的专利技术，像辣心奶茶那种啊，或者是限量批准难度很高的牌照，或者是高昂的初期投入成本等等，
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要想真正看懂这个护城河还真不容易。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你要挑一个自己熟悉的行业，你得能看懂这个公司是怎么运营、怎么赚钱的，不然你也不知道这个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那就只能人云亦云，等着被割韭菜了。好，这就是小林总结的找到潜力股的核心3+1。大家之后选股的时候就可以综合考虑，哎，莫图眼前小利，放眼长远大计。好，最后送大家一副夏日清爽小对联儿：莫愁人生太艰苦，人人都是潜力股。小伙子的财务状况不太好呀，咱们这个闺女嫁过去还要陪着还债不得啦。说毛利利率、净利率、营业利率、利润率下呢，哎，所以说你脑子得动哈，就这样吧。莫愁人生太艰苦，人人都是潜力股。